来，本案自小客车驾驶行经该路口时违规回转，因而遭自行小客车撞击，导致两名驾驶均有受伤。警方获报立即赶抵现场，除了协助伤者就医之外，也立即排除事故现场。双方经酒测后均无酒驾情事，后续肇事责任由警方厘清中。警方在此呼吁，汽机车驾驶人应遵循号志标志行驶，以共同维护交通安全。